好，今個星期嘅英倫 LoT 啊，咁啊當然有方展博台柱啦，咁同埋啊我老表啊麥理豪，麥理豪俾隻手睇啊。喂，早晨早晨，咁多位。係啊，咁啊今日咧揾得阿麥理豪上嚟啦，又有啊人人搬屋隻手勢喎，方展博。咁揾得麥理豪上嚟，我哋講下啲教書嘅嘢，同埋啲教師嚇、啊，即係融入依一個嘅英國裏邊嘅做依一個嘅教速嘅依一個嘅可行性。咁啊，展博兄，我哋先嚟手講講即係 update 下英國嘅政壇嘅依一個嘅事件啦。咁啊，上個禮拜就首相蒙難州係嘛，日本就死咗個前首相，英國呢邊就有一個嘅 Boris Johnson 就落咗台。咁啊，頭先阿麥理浩喺麥浩同我講咧，佢屋企裏邊咧清晨咧啲鬼咧就已經係大叫 ，Yeah he's gone， yeah， 屌你媽 ，Hallelujah 咁樣樣。咁係咪咁陰公咁即係咁黑人憎咧嚇？展博兄啊 ，Boris Johnson。哦，呢度係任何人都可以支持任何人去做首相嘅，一個平民都能夠可以即係去候選嘅，唔似得某個地方咁樣咧，全部都係揀定俾你選嘅咁樣咯。咁啊，所以咧總有人係會覺得啊，佢落台係好事嘅咁樣樣。咁啊，淨係唔好講啲平民啦，你諗下佢自己內閣三十幾兜友話辭職，叫佢落台咁樣樣，佢都唔落。咁你諗到成件事啊？支龍頭棍幾多人想要呢咁樣樣，同埋幾多人對佢有啲不滿呢，咁呢個就已經反映咗嘅。咁但係個不滿個源頭或者個原因，其實大家覺得有啲無厘頭嘅咁樣啊。上次就派對門啦，派對就係即係個個就話要去做 quarantine 就要隔離，但係你就走去開 party 咁啊，搞佢唔死喎。然之後咧呢鑊嘢咧最大最好笑就係、是、估唔到咧就係、是、阿黨邊去摸人咧。就係首相要負責，即係呢個係拗撚曬頭成件事。黨鞭去摸人條鞭，係啦，黨鞭嘅真係佢揾唔到鞭唔得，飲醉咗，然之後走去摸人條鞭，咁就撲街啦。咁但係應該係符合咗呢個黨鞭嘅即係工作內容㗎嘛？係揸住條鞭啊嘛，乜撚嘢叫黨鞭啊？摸鞭咯，係咪？一定有鞭。咁喂，你仲揸兩次添，幾勤力？屌你老尾！咁啊，搞到啊首相咧就即系下边嗰班人就有乘机就讲啦啊！即系我觉得咁讲系即系有啲唔系好实在嘅，但系佢哋真系乘机嘅，班友全部都话咁佢冇诚信喎，咁我哋即系拣诚信啦，咁啊咁就大家一齐就辞职，就逼佢落台或者逼佢个党魁位啦。咁啊 ，Boris Johnson 都醒爬嘅，醒爬咩啊？我唔辭任首相，我就唔做個黨魁。你哋選好黨魁，我咪俾翻個首相你做咯，咁樣。咁而家就大家就玩緊一個咁嘅遊戲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引致咧，而家就係唔係選首相啊？而家係選黨魁，保守黨黨魁。咁啊，西亞咧，而家西剩八個人啦。咁我讀一讀啲名啦。咁啊，即係而家嘅外相阿卓惠斯就即係會話候選，財相查學禮會候選。前財相辛偉成又會候選，前國防大臣莫佩林，另外就是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勤達，英格蘭及威爾斯總檢察長布拉佛曼，前外相侯俊偉，前女性及平等利益事務大臣巴登洛克，咁就個情況就喺首輪就會喺聽日啊，星期啊今日啦，星期三咯、啊，星期三喺呢個候選人如果冇30票支持咧，就會被篩噶啦，淘汰。未來幾日咧會持續咁樣淘汰嘅，直到最後兩強誕生，然之後先至再透過全國咧16萬保守黨員咧寄信去投票咁樣樣，咁就會選出新黨魁，當選嘅人咧就會成為呢個新繼任首相噶啦。咁啊，預計結。如果要9月5日才至會宣布嘅，到時咧首相約翰遜咧就會向呢個新首相轉交呢個唐寧街10號嗰條鎖匙啊。咁啊，而家呢啲嘅左傾嘅工黨啊，就老閪都唔摸禮啊，就要即刻啊約翰遜 resign 埋首相嘅呢一個嘅 position 啦。即係如果咁樣去做咧，即係發動全國嘅大選。
咁啊，全國嘅大選咧就大家一齊去投票，咁啊博大霧，希望呢一啲人咧就投票俾工黨。咁而家好顯而易見嘅咧，就係大家就根本就睇撚住阿 Boris 個位嚟爭，係嘛？講真啦，你可以任何嘅藉口都話佢冇誠信噶，打一次唔揞嘴，屙屎唔閂門，嚇屌你老味踎喺度，屌坐馬桶屙屎屙尿又得，係咪整污糟曬？樣樣嘢都可以揾佢 picky 位，我真係覺得阿肥仔咧，阿肥波真係今次係死得幾戇鳩嘅，即係，但係你冇辦法防啊！即係講真，你個黨咁大，你知你側邊有咁撚多手下，任何嘢都屌你老母屙屎唔揞屎，你都賴佢，要佢歸咎下台，其實對佢好唔撚公平。但係我覺得我最 surprise 咧，點解肥仔唔撚攬炒一次個公，即係宣布，屌你老母提前大選，咁啊冚家產，屌你等依一個嘅新民主黨或者係依一個嘅工黨，大家執撚咗好撚多嘅席位，屌你老母保守黨閪冧，由佢哋組織依一個嘅聯合政黨，係嘛，即係踢佢老母閪出門，因為大家攬炒，啊即係又嚇，係咪即係佢一個高尚嘅情操，唔止似我哋啲低等嘅中華民族啊，有依種攬炒，屌你老母互噬嘅依一個嘅 DNA 作祟咧？你覺得？我自己看第一個問題咧，就一定係黨利益係大於呢個個人利益嘅，即係全世界各地都係啦。咁我冇由攬炒個黨噶嘛，呢個第一個問題啦。你睇翻嗰個地方選舉咧，其實咧保守黨係失利嘅。咁即係如果去到真係提前大選咧，未必真係學你話齋咧，分分鐘俾工黨啊或者另一啲在野黨咧會搶走曬啲票嘅。咁啊，呢個係唔著數嘅，所以佢應該係唔會咁樣攬炒嘅原因啦。咁第二咧就係我覺得咧，永遠都覺得有 deep state 呢一樣嘢咯，即係大家換手上好地地無端端啲咁戇鳩嘅原因去換啊，即係個問題就可能就係有個劇本鋪排咗，唔再需要 Boris Johnson 去講嘢或者做一啲事，咁就要換另外一啲人。是他的即新人上場去做一件事，或者抹除了一些脫歐啊，或者一些安排上面的一些問題啦。你不知道的，可能是真的 有關係咯，因為他是主張脫歐嘛。是。你換一個人上來的時候，可能在個脫歐的情況去緩和啊，或者去怎樣處理呢，有什麼政策上變動呢，這些你估不到，所以他換人咯。我會看這些這樣的事，所以就即是黨邊摸邊令到他落台這件離奇事，我覺得反而會是關於即是可能是脫歐的政策可能有轉向，反而會是這樣，估計是這樣。那我們就看看啦，即是新人上台的走勢會是怎樣啦。但是即是我得出一個結論呢，我經歷過這個的特朗普事件，加拿大的道友多的大選啊，咁啊，到而家 Boris Johnson 啦，啊，咁啊，英國嘅依一個嘅 ，sorry， 澳洲嘅依一個嘅工黨上台啊，俾我個感覺咧，好多嘅外國嘅選民咧，其實個國際視野就好撚渣嘅，嚇，啲自己個人利益啊 ，domestic 嘅依啲嘅好處啊，佢哋睇得好撚上心啊，咁所以我哋可能即係我哋香港嘅人咧，睇個國際形勢啊，睇下邊個人抗共啊。看這個的上場的東西領袖夠不夠強硬，即是享為這個的自由民主，那個精神勁不勁抽，那個忍耐力高不高，其實對很多這些在西方國家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自由民主世界裡面的子民呢，其實他們真的不能 care， 他們覺得屌你老母可不可以去 Walmart 買便宜嘢，啲汽油不要撚貴，屌你有冇睇醫生有就唔撚使俾錢，係嘛，可以懟大麻，即係自己重情重樂咁啊，即係享受物欲生活。我覺得依個係即係我依幾年裏邊我好深刻嘅一個嘅睇法。我唔知麥理浩你點睇啊？其實咁好正常喎，因為其實你知道佢哋嘅稅率咁重咧，你睇翻好多平民嘅，你所謂嘅去旅行嘅機會或者去揈錢嘅機會咧，係點都少過香港。其實你在香港揾嘅錢係可以。你想想父母只去一次旅行，聖誕節去一次旅行，但其實呢一度啲人所謂可以成日去度假，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可能隔離埠嘅啫，係嘛？即係隔離嘅城市啊嘛，屌你揸車去啊 picnic 咁樣樣嘅啫喎。係啊，咁可能最多你都係搭乘飛機嗱，其實好笑啊！上個月去咗德國，張機票39磅，咁撚抵。係啊，搭高鐵都唔止咁嘅錢啦，大佬。冇撚錯啦，我去機場嗰程車，我哋兩個加埋60磅嘅。係。是啊，但本地人都比不肯起。其實本地人是即係佢哋會有閒錢剩的不是很多，因為平均你就算我睇翻倫敦揾錢都是講緊揾2萬零3萬磅咁一年咁樣，其實係即係
即係廿零萬一年啫喎，屌你咩 office boy 都差唔多咁嘅錢嘅啫喎。跟住你交税加一橛，咁可能屋租水電煤，咁煤氣我有冇 send 嗰張圖俾你？我有個 friend 佢價嚟緊今年電煤係加埋$5,000一年咯。嗯，即係你可能佔到一個人嘅一個人揾四分之一人工嗰分鐘，四分一人工好揾金喎。如果你再揾，即係我當你揾最低工資嗰啲，其實根本上佢係 afford 唔到噶。嗯，即係所以佢哋係個視野一定要睇咗自己搞掂自己先咯。即係你所謂食大麻咧，其實都冇錢，冇乜錢值食嘅啫。其實係，因為佢哋本身啲税重咧，即係唔係你即係啲傻佬喺度推話九磅一嚿牛油，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加埋埋，其實屋租電煤嗰啲價錢係幾貴噶。嚟緊十月就話會再加，咁大家都好惆悵緊點樣計數啊。其實而家係明白。咁啊，詹博興嘅即係話人哋佢九磅一磅牛油，我哋覺得屌你嘅老尾，我係揾屎忽俾人屌屎忽都屌有都抵啦，係嘛？即係但係喺英國嚟講，就覺得即係九磅係一 kilo 可能真係好撚貴嘅。其實用唔到一 kilo 嘅，你真係你每日翻更落肚咩？一 kilo 啊，大佬吸曬雪櫃味你都未食曬啦。係咪咁坎坷咧？詹博興，你同嗰啲同事去做嘢？咁啊，即係啲 logistic 嘅，咁佢揾嘅錢亦都唔係話真係咁撚高。你個練健身啫，但係佢班撚仔就養妻活兒，係咪真係咁撚坎坷咧？展博兄，嗱，如果我哋嗰個收入去計咧，其實差唔多咧就納税就好低嘅。不過咧扣税咧都講緊扣咗20%左右去，即係加埋啲 NI 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好多同事咧都勤力咁開 OT 嘅。咁你計啦，如果一個肯開 OT 嘅人咧，佢應該可以攞到$1,700翻屋企咯。嗯。啊，咁啊，如果冇攞 OT 咧，都有$1,400嘅。嗯。咁如果喺呢度個物價去計咧，就好好使嘅。嗯。即係我先有啲嘢假設啦，就係、是、你嗰個租屋咧就比香港平啦。嗯。然之後咧，你食飯餐餐自己煮咧就比香港平啦。其實係應該有錢剩嘅。即係如果用一個。即係我哋亞洲人嘅哲學啊，去睇啊，其實係應該會有錢剩。咁啊，去唔去到旅行咧？咁啊，問啲即係話去遠行啊嗰啲，可能一年都有劑可以去到翻家鄉啊咁樣嘅。咁啊，大部分人咧喺嗰度做嘢咧，其實都好刻苦節儉啊。咁所以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大家都好注重工黨啊，或者即係希望可以即係為自己發聲啊，多啲福利咧，其實係一個好正常嘅事。加上咧個經濟唔好啊，即係冇乜嘢生機做生意啊咁樣咧，就好多人就去咗打工或者即係叫做自己製造開工不足啦。呢度其實就就業位咧就好多嘅，不過你又覺得唔抵唔做啫嘛。咁啊，所以就變咗就會注重福利咯，真係好注重福利咯。咁啊變咗即係會傾向咗啲咁嘅嘢。咁我哋之前都曾經講過一次㗎啦。喂，你話侵侵叫人哋去留意，即係中國嘅崛起有問題啊，係一個威脅咧，都係要搞到咧，即係 NBA 即係俾人抵制咧，佢先至話邊撚個阻住我睇 NBA， 咁佢先會醒㗎嘛。係係係，即係大部分嘅西方國家嘅國民咧，佢對於個國際嘅政治咧，唔係唔識。但係佢覺得冇燒埋身啊，因為我始終都要都攞緊福利啊嘛，我有生活噶嘛。咁你咁大個機器，你哋識諗噶啦。我交税，你諗掂佢啦。佢會咁諗嘢嘅，所以就佢用咁嘅方法就以為平衡。我哋就好擔心啦，因為我哋已經點啊，好似啲打魚嗰啲人咧喺個海邊咧，喂個風嚟緊啦，或者走啦啫。你會睇風向咯。但係香港人就係咁啦啊。但係其他地方嘅人可能喺京城裏邊，即係有咩即係打風落雨照叫雞嘅啦，即係咁樣樣。因為危機意識未必好似我哋咁嘅睇法咯，可能係。係啦，咁啊，即係嗰樣嘢就係情有可原，一直係咁講。咁你話佢哋係即係究竟係叻定唔叻咧？係冇辦法去講嘅。每個地方都有佢自己本身嘅一啲獨特性喺度，我只係咁講。咁啊。我同意個牛油咧九磅咧就比較貴啲嘅，因為我哋買開嗰啲咧唔係呢價錢，你仲要走去買最貴嗰只嚟睇咁樣樣，咁啊我撚鳩啦。然之後對完最低工資，大家就水落石出啦。係係係。香港最低工資有盒都買唔撚到啊！屌你一個鐘頭係咪先？即係咁樣計啊！所以即係有陣時有啲位咧。一攞數字就會說話噶啦，我希望即係啲即係巴士的部唔好咁撚傻啦。咁但係我都有一樣嘢睇法啦，即係我始終都好唔撚明咧，即係有時咧，即係喺華人嘅世界啲人又可以剩到錢，但係喺即係依啲白種人啊或者其他種族嗰啲真係living on paycheck嘅，
即係可能喺個理財嗰個嘅態度上面咧，佢哋亦都唔係作投資啊，好審慎啊，或者係即係大花筒咗去買咗嘢去啊，咁啊即係冇撚諗過，即係覺得所有嘢國家會照顧佢、關照佢。我喺諗嗰陣時，屌你咩要有 welfare 有 UI， 即係所有嘅嘢就將個俾咗咁撚重税，就你幫我諗掂佢，就唔撚係佢自己幫自己諗掂。我哋可能一直以嚟英國佬喺香港裏邊開埠到而家咧，嗰個福利真係唔係多。好多嘢都養成咗。第一，呢一單嘅走難嘅民族要揾錢傍身；第二，呢班走難嘅民族一定要有阿姐頭；第三，即係大家就即係信政府，不如信自己，啲錢係更新真生仔，不如更新錢。咁啊，即係大家嗰個嘅態度唔撚同。咁但係呢一個嘅對錢銀嘅理財審慎啊，唔亂使啊，投資健全啊，嗰種嘅呢一種嘅心態咧，即係雖然啲外國人咧睇你班咁嘅守財奴啊，唔撚享受人生啊，有啲笨柒啊。但是呢我想 eventually 呢他們一定會醒覺去用這種方向去行。接下來想儲都沒得儲啦，這樣說啦，剛才說的那個通脹問題呢會影響著他這個就是MP 的 election 啦，我同意的。但是呢根據呢經濟數據去看呢，很可能呢過完這個秋季呢就個通脹會回落的了。原因是為什麼呢？是因為呢突然間個銀行美國加息加得緊要啊，變咗咧個消費力咧減退咗。之前咧囤貨嘅人咧，好似人哋年宵咁啊，屌今年真係買定好多買定好撚多吉等嚟賣啦咁樣，屌你咩？突然間多個頭，原來班友仔已經縮荷包啦，即係嗰啲消費者咁啊，睇到曬啲數據前瞻咧，就估計應該係會通脹回落。咁即係大家縮荷包，咁你啲貨囤貨居奇嘅，哎呀冇大撚鑊啦，只有$100個 figure 冇人要，唯有就劈貨劈撚到佢可能$40、$30至走貨攞翻啲 cash 翻嚟啊，撳翻低個通脹。係啦，數字就係咁樣去講緊呢件事啦。咁所以大家咧唔使太擔心個通脹，即、就、係、是、真真正正個實質個問題咧就係、是、反而係個即係、就是、烏克蘭嘅戰爭啦，影響糧食啦咁樣樣，呢個係大問題。咁而家即係依扎嘅候選人咧，一埋手就上場就話：點你老母想點樣減税？點樣去派福利？咁但係阿星哥即係前財相係咪新咩期話？前財相，我抄翻個名嘅真係新偉成係嘛？咁佢嘅主張係唔應該即刻減税，即係反而要對抗個通脹。咁啊，減税依一樣嘅嘢咧，就即係喺個情況一有好轉之後咧，即係譬如佢話刺激經濟啊。他只做這一樣的動作，似乎他這個的主張跟你剛才所說的這個的走勢不謀而合的。他看盤數看得緊嘛，所以他知道一些事情嘛。但是如果你即市民來說就說，屌你老闆，你告訴我三個月之後望梅止渴，我現在渴到死那麼滯了，就這樣。是。那就有些問題啦。所以這件事是很有趣的，即有些人就個票就可以很短時去投，是不是？做嘢嘅人咧，長啲意見或者咧真係有用啲咧，都未必可以發揮到呢啲就有趣嘅事件咯。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啲選民啊有多少少啊平衡啦。咁你點睇咧？會唔會有一個嘅首任嘅依一個嘅星哥嘅黨魁出咗嚟？印度裔，因為而家你八個人，你都有三個係啡色人種嘅喎。你嗰個檢察官同埋即係之後仲有一個又係啡色啡啡地色嘅喎，依一個。又是印度裔的喎，咁啊會唔會真係出撚咗一個嘅印度裔嘅出嚟，符合依一個大愛包容係嘛？即係我唔撚你得唔撚得，最緊要就屌你老母，你顏色夠黑嘅人咧就係揸旗，即係依種就符合個國情嘅需要咧。其實依一個講法咧，我又覺得有少少過咗時嘅，即係意思係話你就算講緊美國都有啊奧巴馬做咗總統啦，係咪？跟住又整個女人，女人啊！西方國家裏邊咧，佢係唔會再講個即係膚色問題去決定究竟即係會唔會係好突破啊呢樣嘢嘅。咁主要都係講緊佢喺嗰個黨內嗰個勢力啦。而家咁我哋睇到咧就應該係我冇記錯就應該係前財相咧，佢嗰個即係黨內個呼聲咧就比較高啲。咁我哋香港人個即係相對啊，我啦或者咁講啦，我哋就希望可以保持到嗰、那個即係。對外的政策，所以我們希望卓惠斯當選的，即起碼都強硬的態度，即去相對來說是會防範中國，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意向。我的看法就是現在即其實進入這個戰爭狀態，
你如果對一些國防啊、軍事不認識的一個嘅戰爭時期的一個嘅人做首相咧，其實咧就危險嘅。咁我自己嘅 preference 都會有一些軍事嘅背景啊、military 啊、國防裏邊咧係資深嘅人咧，就執政一個黨魁，跟住做咗首相咧，會對英國啦，又或者係對呢個世界會有啲嘅著數咯。係啊，如果國防大臣做嘅話咧，就會好明顯睇到個 deep state 係講打仗。嗯。咁大家就睇呢件事啦，我哋都即係好難估啊，只係講緊嗰個即係趨勢。如果有咁樣咧，你就換波雙神又有原因啦，咁解。明白。咁好啊，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係咪？係啊。好啊，阿麥理浩，咁啊，而家英國嗰邊咧，放寬啦，就會俾香港人咧都易啲喺本地咧就執教做教鞭，係嘛？咁啊，你會唔會即係又去走去揸翻支鞭去摸人支鞭咧？啊，咁啊冇乜意欲去做啊，真係。啊，你唔使要教書，好啊，好批喎。啊，唔係好批嘅啫，相比起香港，係嘛？少批過香港，其實佢人工都係唔會爭太遠嘅啫。其實，即係其實係較低嘅，喺英國係個人工。哦，咁你屌你講真冇嘢講啦，你首相嗰個人工都低嘅一個，屌你老味。都唔高㗎嘛。都高唔撚過林鄭月娥同埋李家超份薪水啦。咁你做教書少過香港教師係好順理成章嘅事嚟嘅。係，咁但係啲税重啊嘛。其二就係咁，同埋呢個即係喺教育界裏面，左膠係非常之充斥㗎嘛。咁其實咧，以香港人嗰個教書嘅態度咧，其實很容易踩地雷的，即係你可能你不知道你自己口啱啱噏咗啲嘢，佢哋覺得你覺得個人覺得冇嘢，但係對佢哋嚟講，可能覺得你係冒犯咗佢哋噶嘛。嗯。甚至乎你可能派威派得唔好，你都可能無啦啦俾人話種族歧視噶嘛。嗯。係啊，即係佢係放寬咗嘅，但係我起碼我啲同事過到嚟咧，即係我啲舊同事過嚟有。其實他們都說會不會教翻書，他們個個都沒什麼意欲，反而是即是數學和理科那邊就易搞一點，因為其實數雜嘛，是即是教班協安會用筷子不是很難度高，為什麼？是的，沒錯沒錯。其實在這裡要做就 不難的，但是你要拿夠足quality 咧，咁就易啲嘅，因為其實佢都歐盟走咗好多人咧，咁其實歐盟有人過嚟教書噶嘛，其實都係，咁所以佢點都要放寬翻啦。咁同埋你咁樣講，其實即係如果要啲即係都係一日一二日二黑日黑八日八嗰啲咧，即係冇乜撚嘢 debate 嘅餘地嘅，唔係嗰啲文學啊、歷史啊、哲學啊嗰啲嘅 post 咧，教數學、數字大話派計數啊、數字唔呃人啦，方展博成日都係擺喺口裏邊嗰句啊。咁呢啲就冇肯得拗啊，教 IT 啊，咁呢啲咁撚 factual 啊 technology 嘅嘢就易搞啲啊嘛。冇錯啊，數理科係易搞啲嘅，因為其實本身你調翻轉，你香港人英文好叻咩？唔係好叻嘅啫，其實。嗯。即係你當然話有啲教英中嗰啲講人本身用開英文教書有優勢啦。咁其實大部分而家根本上已經所謂老懵懂搞緊母語教學事倍功半咧。嗯。咁其實好多嘅教書攞英文其實唔係好叻，包括我。嗯。即係你話日常傾偈可能用到，但係你去到一啲比較學術性嗰啲，咁其實都係有會可能我見到係有啲困難啦，有啲部分人對於某部分嚟講係。咁但係英國好得意嘅，你係可以去做個unqualified 嘅 teacher 嘅。即係你未攞到 quality 嘅，本身都可以有人請到你嘅。如果你符合到佢哋啲人嘅要求嘅話，哦，咁啊，即係會點咧？你好揾緣喎，你講得，你唔夠 quality 又可以做 teacher， 但你又符合到佢某一啲嘅 quality， 咁即係點撚樣啊，大佬？你講得曬喎。可能有啲就係可能你會即係照顧嗰啲特殊需要嗰啲學生啊，你有嗰啲 skill 啊，有嗰啲技能係佢可能係好需係好渴求嘅。咁其實佢哋咁嘅資源，佢即係我哋喺香港所謂叫 SEN 學生，即係嗰啲咩特殊教學需要學生咧。其實佢呢度嘅招呼呢一班學生嘅資源咧，係比香港更加多好多好多。嗯，即係所以你有照顧呢一類嘅經驗啊，或者你有相關嘅 skill 啊、能力啊，咁其實你做 teacher 係唔難嘅。咁你有冇呢啲嘅相關嘅 skill 啊？係啊，我
校，即係我哋啲 Band Fit 學校咧，就收好多呢一啲嘅，咁所以我都唔覺意讀咗唔少呢啲書喺度嘅，但係問題就係咧，我呢啲即係你都知道我哋，即係我本身都成日俾人話法西斯嘅，即係我嘅性格啦，到嚟做嘢咧，講嘢直腸直肚咧，我覺得我如果我真係有機會做，我都覺得我搞唔耐。係，即係政治正確嗰樣嘢好難搞。冇錯，政治正確呢樣嘢係好難搞嘅，即係當然你其實咧香港有國安法啦，但係即係之前阿左醫師都提過啦，提過我，且你避開國安法啫，但係你避唔到呢樣嘢墮交嘅，你喺度教書，其實更加容易踩地雷㗎。嗯，明白。即係之前有一個唔關教書事嘅，就係有 case 係嗰個女人講咗一啲即係性別平等嗰方面唔高興嘅嘢咧，俾人投訴完之後咧。仲要係工都冇埋，基本上你係社會性死亡嘅又係。嗯，嗰、那個係本地教師定係外來教師嚟㗎？本地嘅應該係，但係好似唔係教書，但係佢只不過喺個工作嗰方面係咁，即係所以你講嘢係要非常之小心咯，其實係。係，所以尤其香港人，你知好多人嘅，即係我哋講嘢嘅 language 嗰個方法係。即係我哋去到呢啲大個，喂，好簡單啦，我都搞唔撚清楚咧。原來我講 matrix 啊，依度啲人係唔中意嘅，佢要講 server 噶。我有乜撚嘢 server 啊？屌你老母 IT， 屌你老母儲 data 做 server 啊！原來佢係唔可以有性別，屌你老母講依一個 post 噶。即係你flight attendant， 你唔可以講嗰啲乜撚嘢 flight steward 啊，嗰啲咁嘅撚嘢嘅 flight hostess 啊，嗰啲唔撚講啊！屌你老母 flight attendant 啊，冇撚性別喺裏邊噶，幾撚難搞？喂，阿展博兄，我哋活咗幾廿年。我真係唔撚知道原來有屌你老味咁撚樣嘅秘技噶嘛？你明唔明？我係學過英文，屌你咪 waitress 啊 waitress waiter 就 waiter 噶啦，啱唔啱？咪係咯，咁之前有 actor 同 actress， 而家都全部叫實做 actor 噶，喺啲電影界裏面。唉，咁好麻煩嘅，仲要咧，即係我嚟緊做 NHS， 碌過下佢哋嗰啲稱呼咧，你哋叫唔可以叫一個人 disable 嘅做 disable 咯。或者你不可以叫一個盲人做 blind， 或者叫一個聾人叫做 deaf 咯，你死緊噶你咁樣。根據呢個邏輯咧，啲新聞報道都好撚麻煩喎。咁啊，話説有一日咧就捉到一個咧就唔係嫖客，就是、一個咧就係、是、尋求性服務的客人，好撚長啊。然之後咧，雞唔可以叫雞，因為雞咧就係指定女性啊嘛。咁佢就即係尋找一個性工作者。就為其服務，哇幾撚長啊！就係因為要冇性別，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大家即係約定俗成啊嘛呢啲嘢，咁你話喂佢長期都係，咁你男人就冚女人噶，唔係男人可以冚男人嘅，佢要咁噶，即係咁咯。但係我最近睇嗰出咩 Netflix 嗰出戲咧，係啲咩一個韓國人喺加拿大嗰、那個，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即係我揾翻出嚟俾大家得閒追一追啊！笑撚死！第一集就講個性別歧視，唔係即係咩性咩？佢咪遊行咧就話咩要出櫃啊嗰啲嗰扎嘢咧？係嗰啲 Pride Month 啊 ，Pride Month 啊，你講啦，彩虹戰士啊，屌你！佢講出一個好有道理嘅 point 啊，就話我唔係對同性戀有問題啊，我唔係歧視同性戀啊，不過咧我哋咧唔會走去遊行走去嘈人哋咯，我唔會同人講我係異性戀嘅，我唔會咁講咯，我係韓國人，我唔會咁樣講咯，要周圍話俾人聽嘅咩咁樣？周圍話俾人聽唔緊要，你仲要你唔認同我，你啊即刻歧視我，因為基本上同三基黨係冇分別噶。係啊，冇錯，即係佢嗰段短片就係咁樣講，好撚好笑，就係咁啦。卒之咧，嗰條友咧就話：你歧視我，我投訴你咁樣樣。跟住佢話：唔係，我絕對冇歧視。啊，同性戀辦五節喺瑞士多嗰度，炒出咗好撚多大頭。系啊，系啊，其实我都几唔惯啊，两位，即系我今次翻嚟咧，我发觉嗰个趋势越嚟越严重啊。早几年其实我都翻得嚟好密下噶啦，呢几年，但系咧今次系比我以前系更加密，好多嘅地方咧，好似嗰啲神功护体啊、白莲教啊，屌你老母要贴紧咗啲彩虹旗喺度，即系屌你，佢胜利党咁啊，贴住张飞喺度，冇谂爆佢块玻璃咁。系啊，咁样嘅喎，即系你啲 terms 讲真，英文又唔系话即系，就算有啲英文真系好很好，但系个问题你唔会 aware alert 呢啲我哋上世纪嘅人咧，唔捻即系我唔捻进步啊，我认啊，我唔似阿 Steven 嗰啲咁进步咁前卫谂嘢，我啲死老古石山老古董系嘛，我真系追唔上呢个潮流啊，我唔识点样去用佢哋啲 language 去倾偈咯，讲真。
其實現在你就算見到個人或者講起佢，你唔可以直接嗰個女人就用 she 或者用佢，佢自己有自己嘅 pronoun 啊嘛。好簡單，喂，我真係質疑下點解？哇！屌你咩有咁撚多印度人入咗個政黨？喂，都屌你老尾都可以屌你，有啲人話我唔撚啱喎。咁屌你老尾！你咁樣講，你要出事㗎喺呢度。係啊，真係黐撚線！喂，咁你真係有咁撚多點解個族類都冇，淨得印度人上撚咗場？喂，一個好正常嘅 Kiwi 去研究點解印度嘅族群、南亞嘅族群咁撚容易比其他嘅政即係嘅少數族類爬得咁撚快，上撚到依一個嘅權力核心，屌你老尾做撚埋首相？喂，一個好撚正面、好撚正常嘅一個嘅討論嘅依一個嘅議題，有啲乜撚嘢問題啊？喂，我最緊要嗰樣嘢，我唔撚係反對任何種族做依一個嘅高位，而係我反對因為依一個高位要揾一個少數族裔，揾一個有顏色嘅人嚟做依個高位，而家個人嘅能力根本唔撚勝任，就係拱依個人上去，要做到大愛包容、博愛，屌你任何人人 diversity 有平等機會，我覺得依個位係好撚錯，我唔撚介意依一個位係永遠直到世界爆破之日、地球滅亡之時。都是一個嘅白人做，只要依一個嘅白人係比任何人都勝任，更有 quality 做依一個位做 leader， 我唔介意嘅。講清楚係咪？即係大家平等機會，大家去爭取。你唔夠佢砌，冇撚得講。唔好因為屌你老母決定一定要俾其他啲顏色去做，擁一個廢柴上去，咁啊即係大家攬炒。咁冇啊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啊嘛，真係。你睇下 Beauty and the Beast 嗰個 Beauty 先得㗎，你記唔記得嗰張圖啊？哇，嚇死我啊！真係。Anyway 啦，呢度平等咧，平等到點咧？話説咧，我哋有個朋友咧，就去睇歌劇啊，迪士尼歌劇。咁啊冰雪奇緣，即係大家最熟嘅就係尼高啦。OK， 咁咧就話説咧，出場嗰個 Elsa 咧係一個拉丁美裔嘅黑比出場。OK， 嗰度冇雪過。香港小朋友，香港小朋友睇到，佢話跌撚咗。點解 Elsa 咁咩色嘅？搞撚錯！其實如果佢咁樣跟住又出事嘅啦，如果佢喺同學面前講又俾人投訴，即係你質疑點解個黑人唔可以做詹姆士邦一樣咋？冇仲係鼻嘅添，係咯，即係可能翻學。喂，佢真係突破咗個黑色嘅 Elsa 死啦已經。突破咗好多個盲腸啊！喂，大佬，個 Elsa 本來就係架金頭髮、藍眼睛、白皮膚，然後突然間變成咗黑色嘅，仲要鼻嘅。唔係，佢哋啲 argument 好有趣嘅。佢係一個 fictional 唔係 fictorial 嘅人物 ，fiction 嘅，咁啊嘅一個虛構出嚟嘅人。咁你任事無，你話佢係黑，你話佢屌你咩殘廢啊？佢有賓州都得嘅，因為只要佢一個虛設嘅人物。但我就真係覺得好撚奇怪，即係你點解唔揾一個黑人走嚟？做《三國演義》去扮關公咧，關公依人全唔撚存在，屌你老母都要成問題，不如去扮翻關公。呢個位我覺得去泰國睇人妖 show 係開心好多啊！屌，喂，冇講笑，我上個禮拜去俾個 friend 夾咗上 Manchester 咧，啱啱行咗去歐力，真係有人妖 show 睇喎。係。Lady Boy， 跟住啱啱我哋喺度講 Lady Boy 嘅時候，喺我哋喺間巴度食緊嘢嘅時候，突然間真係有個男仔帶住個 Lady Boy 嚟飲嘢，跟住我哋即刻收聲咯。你又驚得罪人，所以咧喺我海外生活咧，你要接受佢嗰啲所謂嘅 diversity， 嗰啲嘅政治正確，即係我哋咧跟唔上依一個咁撚正確、咁撚先進、咁撚前衞嘅 thinking 咧，就好撚容易出事啦。其實我真的不介意他們這件事的，但問題就是你不要加冒犯我要認同你才行，我可以心裡面不認同你 right to disagree 的嘛，是啊，但不認同你就變成 discriminate 你，你根本上跟法西斯是沒有分別的。沒錯，就是跟香港政府呢，你是不是要想想離開香港都不能得，就是你離開了香港更加不能是當你香港人，你連想想都不能得，同一個道理。是啊，你思想犯罪了，是啊，crime 來的，根本上整班瘋了，已經去了。不過我們不講這個左膠問題，因為沒完沒了，就是恥笑得他們太久，好像有些沒光明。我想問麥理豪一樣的問題先，你為什麼現在要建功，要拿香港拿良民證啊？因為我要接觸病人，他怕我們夾了他本身家，或者甚至乎壓壞啲病人啊嘛。是所以其實教書都會的，即係咧如果你假設即係我唔可以揾一份工去教書的話，我都要去做翻 criminal record check 嘅。咁喺呢度英國咧，如果你喺度住夠五年咧，你就已經本身可以豁免用佢，唔係豁免，係用翻佢自己英國嘅豁免去 check。
criminal check 嘅，但係而家我未研究五年咧，就要翻翻香港揾狗去做啊嘛。嗯，咁你都知道狗唔識字噶啦，做人邊嘢做死佢噶嘛，係、嗯、本身係，咁佢就玩嘢嘅。咁原本我都叫啲同事喂過嚟自己攞定一份啦，但係原來咧你唔可以殺有介事無釐啦，跟住走去攞張良民證嘅。我係人都借移民啦，屌！係啊係啊係啊，總之、啊啊，但好似睇翻啲 case， 佢話加拿大攞。攞良民證易過英國攞喎，係咩？因為我而家攞咧，我係要首先就去即係香港嘅經貿辦啦，即係所謂的領事館啦。嗯，咁就要同佢講話，我想做呢樣嘢，跟住佢要我揾我請我嗰間公司出封信，證明佢需要呢一樣嘢，係係啦，同埋要解釋嘅喎。嗯，唔係證明我請到佢就得嘅，你要解釋點解要用。哦，佢用你一定要用個良民證。要用個良民證咯，係係係，咁用解釋完啫，係啦，咁啊，跟住再 send 翻佢啦，跟住要等啦，當然係等經貿辦出翻封信，證明我係有需要去做呢個 criminal check， 跟住我又攞呢封信再去打埋紙毛，哇，打紙毛好撚貴啊，呢度成$100，嗯，咁啊去打曬紙毛，咁住喺 London 又有福嘅，行過去 London 做啫，但係London 以外咧，因為 covid 佢 lockdown 咗唔做咧。所有在其他城市你都要走回去倫敦做，我認識一個人在 Facebook 認識他，他都住在 Manchester， 要特登坐火車下去倫敦做，然後跟住將你的 set 紙毛就運回去狗屋，讓狗去幫你查，沒錯了，是吧？最好笑是啦，最好笑就是呢，我跟他說我在香港來那個打紙毛已經醒水了、因為呢在普通的呢他是只需要填他的名字和佢咁填佢嘅名係邊一個幫手打字幕嘅啫，但係佢呢度要填佢 title ranking， 要填曬所有嘢。佢喺嗰張紙度填多咗好多嘢喺度嘅，咁啊先 send 過去，先寄翻香港。咁啊，點解佢額外 cautious？ 你係香港嚟咧？哦，我都想知道真係、但係佢哋香港所謂的香港警務處，佢哋要求呢啲嘢咯。嗯。咁其實甚至乎之前係可以寄去英國，寄去即係寄。要寄去英國領事館定唔知點啊，好麻煩啊！即係我而家就算訂咗申請咧，佢都唔知點樣寄翻俾我。咁佢而家最後尾佢接通方法，英國領事館唔接咧，好似話將良民證係會寄翻去經貿辦，經貿辦再 forward 俾我噶。嗯，係好轉折嘅成單嘢係。嗯，咁你有冇咩建議香港啲朋友過到嚟？即係如果需要揾工，需要依一樣嘢最好嘅routine， 最好嘅logistic 係最快最有效嘅，應該點樣做減少定摸門釘咧？最快的咁，我梗係你請咗你之後，你就要同你公司 HR 講，叫佢出定封信 direct 做佢，因為咧你都要揾經貿辦睇下邊個 contact 你嘅，你就咁訂個 email 或者打電話去問都得嘅，因為都識廣東話嘅，我真係咁 send 個 email 去 general inquiry 嗰度揾佢嘅，係啦，跟住佢又有人覆我咁樣，嗰個人我唔知佢係咪 handle 我個 case， 但係佢覆我嘅時候，我咁咪當係 contact person。嗯嗯嗯。係啊，咁佢哋咁都比較得閒嘅，即係香港仲有乜嘢，仲有咩要用到用得著佢哋啊？係咪？嗯。咁所以都覆得幾快啊，其實佢哋服務即係都，我一日 send 佢第，我即係夜晚 send 佢，第二朝都覆咗我啦。俾我以為佢哋好撚忙，要唱好香港，幫香港講好故事添。屌，幫香港好故事有咩？即係咪不能符喺個巴士度整條 banner 啊？識整啲咩？香港政府，你啲香港政府係一個零創意嘅。零創意的全團體嚟嘅，即係佢哋要穩陣、穩陣、穩陣咧，所以佢唔會整啲好破格嘅宣傳，亦都唔會有咁嘅能力去諗到呢啲破格嘅宣傳出嚟，因為佢都班人唔係做設計。嗯，好啦，咁啊，多謝你啊嚇，咁啊，希望你盡快攞撚到你嗰個良民證啊！申請咗幾耐啊？收翻到而家？我申請咗，其實本身即係請我嗰間公司都比較慢啊嘛，你又知啲半政府部門嘅時候就。他們都請一個人都預咗係請半年㗎，其實係，跟住甚至我同啲 local 講過 ，typical 呢樣嘢唔需要太介懷嘅。屌你老味，就請你半年後至翻工，我餓鳩死咗啦！係啊，你呢啲係中小企嘅諗法啊嘛，但係大公司唔係咁諗噶嘛。其實你香港都係㗎，香港嗰陣時我 friend 入老臉做，佢都用咗半年時間嚟請佢㗎。又要 background check， 又要 reference check， 又要呢樣那樣，咁呢度都要嘅，要 check 翻你 reference 啊 ，check 翻你。我喺半年裏邊，我揾到份更加好嘅 part time， 我再揸 Uber， 屌你，或者甚至無我做依一個為別人提供依一個性服務嘅依一個性工作者，屌你分鐘可能賺得我屌都唔撚加入佢忙鳩，咁又再揾到半年再請佢，咪屌依一世都請唔撚到人。
其實係㗎，所以好笑㗎。佢請我嗰陣時候，佢同我講你唔好咁快辭工住。係啊，我哋正式搞得掂，你翻到工嗰陣時候，你先辭工啦。我屌，佢話我都冇工，我做兩地兩檢，我冇飯開喎。I need milk and bread。係 OK 嘅，咁都即係人之運都揾唔少錢嘅，即係還社會儲得錢多啊嘛都。OK， 明白。咁好啊，喂，方志博要揾你 solo 下啦。你怎樣看呢個河南鄭州銀行啊？即係政府同屌你老母嗰啲銀行裏邊嗰啲嘅撚屌打龍通，掠撚曬人哋400亿，屌你老尾嘅依一個嘅人仔嘅依一個嘅存款，同埋即係習近平落嚟71啊講兩句，咁啊跟住香港又大開中門，又拎9000亿出嚟貼錢咧，係咪有嬲咧？成、件事梗係一個套餐嚟㗎啦。咁啊，先講啦。咁啊，國內裏邊咧，咁啊，你話人民幣係國家印啊，係一個事實嚟嘅。係。咁但印咗就即係印嗰個就要指定派俾邊個㗎嘛？冇錯。咁所以你做銀行咧，你未必可以咧就話我冇錢你印俾我啦，唔得嘅。咁佢搞到一個通脹咧，就發生好嚴重嘅通脹。咁啊要控制個民生。咁啊你一間銀行死或者一個地區嘅銀行出事咧，國家係唔會救嘅，好明顯。嗯。即係呢個。原理啦，好啦，咁啊，佢出事嘅原因系点解咧？其实咧就系、先讲一讲湖南呢个地区先啦。OK， 郑州片水浸打啊嘛，系咪啊？水浸嗰阵啊嘛，上年咧已经报道过啦。我哋都讲一天理循环啊。OK， 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网军啊或者 IT 嘅即系5G嘅成产地嚟嘅，所以嗰个地方咧受到呢、這个即系、嗰个咩五雷轰顶咧，我觉得咧就系一个狂天击杀。黄天击杀五雷轰顶系直，咁即系先表示咗立场唔捻同情先 ，OK， 系啦，你话咁惨啊，我咧成不生积蓄啊，屌你老尾，你郑州嘅咁捻样，即系佢等于屌你老尾，你香港嘅咁样，佢咁样歧视我哋噶嘛，即系话我哋香港人系港独啊嘛，而家阿郑独咁啊唔捻系啊，屌你老尾示威喎人哋，佢写英文嘅仲要。好啦，繼續講個故事啦。咁啊，去到咁咧，就點解啲人攞唔翻錢咧？其實咧，銀行本身咧嗰個營運方法咧，就係10个煲咧，就係得可能得4个蓋嘅啫。所有銀行咧，你都係咁樣理解得噶啦。即係佢收咗你啲存款入去咧，佢冇理由即係整個夾萬咁撚戇鳩擺住你啲錢等你嚟攞噶。銀行一定唔係咁噶嘛。收咗你啲錢就去揾適當嘅人去借錢啊嘛，正常銀行啊 ，OK， 咁佢都揾適當嘅人嘅喺大陸嘅銀行，就是、適當有權勢嘅人去借錢啦，借俾嗰啲人啦。咁邊啲係最有權勢嘅咧？其實咧就係房地產，同埋政府裏邊嘅即係國企，咁你咪最有權勢咯，包圍到去認為 ，OK， 咁銀行咧就會攞咗你啲小市民嘅存款咧，就借俾呢啲咁嘅即係對象啦。咁如果大陸咧一路歌舞升平啊，個個即係雞照叫啊，樓照起啊，咁樣樣咧，其實係冇事嘅。咁啊，好明顯咧，就有條小學雞咧，你睇最近佢啲書法啦，有冇睇啊？網上邊阿安倍晉三寫嗰啲字，哇！屌你兩尾真係點啊？鐵滑銀鈎，隔離嗰個寫得完之後，好似條蟲咁樣樣嘅啊！嗰條撚樣就睇撚住個檔咧，就搞撚到個經濟咧死曬。咁大家知道嗰條撚樣係邊個啦 ？OK， 經濟死曬之後就冇雞叫，冇樓起，係啊，咁跟住點啊？個個地方政府自己要營運咧，就賣地都賣唔撚到咧，就冇錢再新錢入啦。咁你就之前借落銀行啲錢，咁呢啲咁嘅大款啊，梗係還唔撚到啦。然後銀行如果去到咁樣樣情況，尤其是鄭州呢個地方啦，再講遠少少啦，咁啊，唔係鄭州記錯咗。尤其是鄭州呢個地方咧，佢哋嗰個民族性咧係點咧？因為以往過往咧三國時代咧都不斷戰亂嘅呢啲地方，係，所以佢哋班人係比較上咧係會諗計咧諗得緊要啲嘅。咁你就諗到啲銀行會點樣經營咧？可能就挺而走險得好緊要，所以冇撚曬啲錢喺度咧係好撚正常嘅。但係佢哋直情係打龍通喎、銀行嗰啲高層。係嘛？即係直情整啲假 portal， 即係假嘅存最，即係就幫你打保，即係以為你啲錢仲喺度。即係張家輝話事計，你以為今日有啊？其實聽日就冇撚咗啊！就調翻轉頭嚟講，以為你今日有真係冇撚咗。咁個故事就已經好撚複雜㗎啦，後邊解話。嚇！你去存款，如果人哋真係做假帳嘅，嗰個問題就係你都係入嗰間銀行。
銀行點可以容許一個員工去做假帳俾你咧？即係你一定係管理不善，都係入銀行數噶嘛。但係佢一講到就係話唔撚關我銀行事㗎，我個員工亂鳩嚟啫。佢咁樣講嘢啊嘛。咁你喺一個有邏輯啲、正常啲嘅社會，你覺得黐撚線，你講乜嘢都係喺銀行入數啦。佢一佢咁樣講緊咧，就你哋班友咧唔係做存款啊，你做緊投資產品啊，講撚個好撚複雜。乜撚嘢都係唔關我銀行事，係我下邊嗰啲人做撚錯咗嘢，你有追啊，冤有頭債有主，追究翻佢咁樣樣。佢講呢啲咁嘅嘢，佢仲講埋嗰啲咩結構性產品啊，即係整一輪咁嘅撚嘢話，你其實嘅存款就買鳩曬嗰啲嘅嘢啊嘛，今日屌冇撚曬就好正路咁樣。係啊，你講乜嘢都得㗎啦，喂屌你老味，即係你叫完只雞，只雞話你叫雞唔俾錢，跟住之後你話佢服務唔好，最後又話佢攞你銀包，大家屌你咁閂埋個房門，點撚知邊個打邊個啊？總之唔撚抵可憐。嗯，明白。係啦。咁啊，呢個故事就係咁講啦，因為中央亦都缺錢，佢一個地方出事係唔會攞錢去救佢，亦都冇雞叫冇樓起，還錢嘅人還唔到，成件事就咁樣叫做爆雷咯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去到而家咁樣樣，嗰啲舒緩嘅方法就係小存户少於50,000嗰啲，照大多數人啦。驚佢哋起哄啊嘛，就分批可以攞到錢。咁但係啲錢入邊嚟咧？咁你都係要中央或者銀行嘅中央銀行頂啲錢佢俾佢攬住，咁你即係又係印銀紙，咁通脹咪死？佢如果佢冇錢嘅情況，數有限數啊嘛。屌你老尾，你可能有80-90%客都係揸住50,000留下嘅。屌你老尾，買種子買谷種，全部都係嗰啲，咁嗰啲冇起錢上嚟會起哄啊嘛。你如果108,000以上嗰啲，咁你叫佢咩身光頸靚又唔敢同佢嚟，即係光下冚瓷，即係光下冚瓷器唔會制，佢就咁解咯。所以佢就有導向咁樣減少你啲人嗰個民怨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只係一個開頭嚟啫嘛，佢之後仲有好多地方嘅地方政府，佢都係冇雞叫冇樓起啊嘛。所以慢慢陸續有嚟，慢慢爆。是啊，一路伸延的啦，成件事，所以你即係拭目以待啦，又係即係。即係今次會唔會真的知爆料呢？我又覺得佢點樣樣都好，都諗到條計啦，去防止啲人亂嚟咯。咁但係個問題裏邊啲人咧，嗰、那個民怨同埋嗰個社會個秩序咧，會好大問題啊！喺上面行街小心啲啊！嗯，即係我覺得係咁咯，治安會出問題。其實英國呢排啲治安都差咗嘅，其實有佢新聞冇報道嘅，因為個個掛住睇 Boris Johnson， 但係佢都話啲爆竊案係多咗好多，同埋搶嘢當街都。你小心啲啊！你真係唔好亂，好似阿總理咁樣，屌你帶啲名錶出街啊！不過呢度啲人就普遍冇美國咁高嘅，即係其實可能即係啲空間比較狹窄啲嘅，咁即係我喺呢度都唔會覺得好大壓迫感。即係如果我哋去美國係好明顯，我好似粒色咁樣，我咁報道係係啊，我好明顯一支單咁嘅 size 啦。如果我去美國，係啊，你直情可以即係完全高你2個頭。美國即係啲人真係超高，唔知點解，但係呢度就冇咁高嘅啲人，所以啲身形差唔多。好啦，我又想問阿展博兄，時間有限啊，都係5分鐘。我想問一問，點解依一個嘅香港嗰度嗰9,000億咁撚容易就借撚咗俾依一個嘅大陸佬，即係又玩依一個月餅會事件嘅咧？啊，佢未借嘅，佢哋大家即係有個叫互換嘅協議。如果上邊等住9,000億美金咧，去找下數啊，洗下咧就可以喐你啲錢。咁啊，即係隨時都借得啦，即係已經係俾咗佢。係啦，即係備用 ODR 咧，你簡單啲咁講啦。而家香港個紅包打開咗，就俾中國裏邊咧嘅企業咧可以 OD 我哋啲港幣，嗱，亦都係等於 OD 啲美金啦。你咁樣理解得㗎啦。係 OD 得個問題就係你諗下啦，喂，幾時 OD 啊？咁啊，回想翻我20幾年前啦，細路仲細嘅時候，有一日供樓嘅供撚曬啲錢，然之後咧。即係開飯啦，老婆打電話嚟，喂，屌銀行零喎，咁啊，咁啊攞張信用卡去 OD 咯，咁樣，咁我係有借有還嘅啫。但係如果你真係嗰個問題繼續持續落去，即係繼續係下個月出糧都係供曬樓冇曬錢嘅，咁會點啊？咁就肯定嘅。啊，咁啊計高息都算啦，即係咁樣樣咯。咁有一個問題就話，你睇到裏邊個環境啦，佢 OD 完你有冇得還咧？我就唔係好樂觀啦，屌你老尾，咁解啫啊！但係你唔可以質疑國家個負債能力嘅喎，屌你而家你質疑國家即係分裂國家，屌你尾藐視中央嘅依一個嘅政府煽動人民仇恨中央犯國安法嘅喎。
係啊，遲啲即係香港有啲官員咧，走去咧即係飲酒食飯嘅時候咧，見到條女靚咧，走去除佢粒瘤咧，佢唔撚俾佢除咧，因為佢惡意咧，仲搞到官員個自信心有問題啊！然之後咧就係顛覆國家罪名啊，拉撚咗去坐啊！所以你一定要自己解開粒瘤佢啊！屌你老尾！唉，咁啊，而家咁嘅情況咧，即係我都相信資爆就真係都好問，好好好好好近啦。咁而香港仲打開個荷包任鳩佢，屌你咩碌卡攞佢啲錢咧？有冇得還咧？真係好撚難講啊！真係借錢總要還啊，咪借錢俾中國啊！真係依劑。屌你老味！你住埋同一間屋，一個爛到嘅老豆，佢翻嚟梗係打撚爛曬啲嘢，然之後拉個櫃桶，跟住之後打巴個老婆啊，跟住之後啲仔女又喊撚到即係冇飯開，都係要插埋個櫃桶，最後嗰兩蚊出去賭噶嘛！屌佢老味，就係咁啦，不嬲都係咁樣樣嘅，我覺得佢哋。唉，咁啊冇咁辦法啦，都係講嗰句啦。我哋已經做緊咗咁樣多集，由以前嘅鱷魚潭開始，兩年前到而家嘅英倫 LoT 方展博都係堅持一樣嘢，有錢要拎去香港以外，有港幣就好轉做美金啊，唔好咁擺喺香港。咁啊，即係大家都嚇唔撚聽就冇撚計啦。咁啊，而家係嘛？我唔知你兩位啊有冇收到信息話你哋又唔撚 qualify 攞依一個消費券啊？這個事件我不撚稀罕佢嘅，屌你老尾！即係你攞消費券就是為了點啊？減少嗰個經濟個墜落的數字啫嘛，因為你攞咗消費啊嘛，咁你咪變咗你會繼續保持到嗰個經濟個消費咯，即係消費環境會好似維持到咯。但係其實佢都係益自己有啫嘛。咁你攞咗你買多咗嘢，咁你幫到香港嗰條數字咩？我幫不到啊！你喺度內耗緊啫嘛，其實係咁樣解啊！咁你唔俾我咪唔俾咯，你俾我咪去即係睇下點樣使咗去啊，資助一下啲即係我哋之前嗰啲即係手足啊、年輕人啊，幫下佢哋咯。咁有啲人都仲喺個即係入咗獄啊，可能需要啲即係支援啊，咁可能攞咗啲錢去咁用咯。你唔俾我咪算咯，我自己揞錢。好嘅，就咁，明白。咁啊，今個禮拜差唔多時間啦，得翻一分鐘就個 Google Meet 就夠期啦。咁啊，多謝大家支持嚇，多謝麥理浩啊。咁啊，你快啲攞翻你個移民證啦。慢慢啦，大家努力啊！我哋繼續講下呢個英國首相究竟邊個啊可以取對手啊？係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就應該知道邊兩個跑出嚟開始接受黨內嘅投票噶啦。冇錯，多謝大家。OK，OK，係咁啊，拜拜，拜拜。